分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我现在戴的就是天甲，然后幽暗透换了。我也忘记我是在哪里找到的。哎，居然还有这回事！有下面一层欸，完了，主教要来烧毁基老王子了，烧毁！我不是那个吗？嗯？不对啊，这电梯不是往上坐的吗？怎么会现在都变成往下坐嘞？压一下出去，压一下。因为这个电梯跟第一次遇到洋葱的应该有两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圆盘对你没有用，因为你是法师。我只有用到两个吧，我的法杖跟那个火球，我都把它升上来了。打王喽！我只需要两个吧，我都升了。Dear, another dogged contender. Welcome, unkindled one, purloiner of cinders. Mind you, the mantle of Lord interests me none. The fire-linking curse, the legacy of Lords, let it all fade into nothing.Done quite enough. Now have your rest.搞不好可以一次过，这么好。穿王子感觉对法术暗区距离攻击也很弱。哦，直接魔冠光杀炮毒死他们，应该没有办法吧？没有，我孤十四一下，我觉得这比较合理。合体。他手指好长哦。超级惨！Rise if you would, for that
is our curse. 应该还有第二段吧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好的事，我的血水带的不够。 哇！弟弟把这些魔杖从背后插进哥哥的身体里面，爱的抱抱。 Dear brother， 其实我觉得是弟弟念咒语的时候偷亲哥哥的脸颊，偷亲脸颊怎么可能会醒来？童话故事都有告诉我们，要亲嘴才有用啊！ 不好打啊，我觉得。这段阶段如果可以的话，直接打。好，直接打的话。 弟弟只是传送背包，不会攻击。法术看不到，魔幻光沙炮可以。好啊，来试试。光沙炮的威力。 给我点时间好吗？给我一点喝水的时间好吗？弟弟，其实感激啊，有这么大理由可以跟哥哥合体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他应该很开心，我一直死掉，他就可以多合体里面。跟龙龙比起来是很轻松。就跟我说要看好哥哥。啊！我刚刚还没有看到他，我就死了。
第二段。没有用，灵魂，连灵魂枪。OK OK， 我觉得灵魂机油太慢。弟弟，我没有魔啊！我刚刚没有魔，没有办法打弟弟啊，都很刚好啊，把哥哥消死就没有魔了。我没有在看戏，好不好？这误会大了，来吧。哦，我先打他干嘛？我好吧，可能真的有点事。为什么我要一开始就出招嘞？啊！我又被弹中了。哦、oh, ，option， option。够了，给我一点时间嘛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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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的是好人。水，不要生气。
瞬移，我会怕。一起无奈，我才不是白痴，我聪明的。刚刚到底是谁说那个灯泡没有什么用？怪你！一进王房不要动，王子会原地跳一下。哦，不要动。是谁？超心痛那次，你绝！啊！气死了！靠，我家的网络烂的要死，所以不可能。所以直播啊，我刚动了一下。容易，我看他们说的蛮容易的啊。加百列就说的非常容易。I'm on my way。每个人感觉有差吧，像我这么烂的梅之王都很强。梅之王都是怪物。
倒。只能跳两下，算了吧。哎呀！马上用连接他，一定吓吓他。他才不会怕。刚开台第一次插在哪？插在现在的时间是11:30。开台第一次的时候是11点。半个小时中途说好，所以我接下来可以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动了。
鸟翻来翻去，千鸟死了，千鸟翻来翻去，千鸟死了，千大概就是这样。拿宵夜出来，没有宵夜去。对，多拿几次多多练一下翻滚的事。好哦。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